尝试去广告公干杯有酒精？有啊，就是这几天就是买没有啊，就是酒精买没有啊。昨天只买了一包那个三片的那个口罩啊，其他的都买不到啊。嗯。说你来拍多久了？早上11点多就来。两个小时了嘛哈。那你觉得说老板把工厂多余的酒精这样分送给这个民众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蛮有爱心的，很爱民这样的。因为刚好这时候都那个疫情在扩充嘛，所以我是希望台湾哦，不要这个把这个疫情哦，能继续把它控制住，不要再扩充，而且这样对大家都很好啊。这小小的事情而已。那我们像我们本来是在做什么的？怎么会有这么多的？平常我因为我员工在上班的时候也要消毒，多大环境也要消毒。哦，所以我要备一些酒精，就在平常员工啊进去的时候要消毒的，还有周遭环境有什么啊，就是说大部分都常常会消毒啦，所以我不会避一点酒精在这边。对，我要代表我们田中镇的镇民感谢曾董事长，因为爱康制药公司呢，在我们地方，其实曾董事长长期在这公益方面，他都付出非常的多。然后这一次的疫情呢，那么的大家都有恐慌，然后他能够把他这些资源呢拿出来给我们的一般的镇民。那虽然他尽力在做，我真的要代表田中人来谢谢他。因为我看到电视哈，一部就讲酒精很缺乏，刚好我有一些备用的酒精在消毒用的。